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当朝听政，树立平飞扬跋扈，忍无可忍，永康王率军北征。就这么着啊，奶奶和孙子打起来了、啊、结果呢，这打起来的时候啊，出了这么一能人，谁呢？耶律乌质。耶律乌质呢，把双方给劝到这个谈判桌上来了啊、然后呢，在谈判桌上一根筹一根筹的，就是用这个筹码啊，一根筹一根筹的呢，给两边算账，算来算去呢，两边终于是和解了。哎，这一和解呀，满帐的契丹权贵，不是管在哪个阵营里的，都放声大哭，都着急。哎呀，这个事情终于是解决了啊！家里边老小的这个生命算是保住了，但是下一问题紧跟着就来了。树立平啊，最先反应过来了。树立平一边哭一边抹眼泪，一边，哎呀，我说无知啊，这个你这个人做的特别好啊，但是现在呢，我得问你个问题了。现在合议已定，我们当仗是不打了，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皇帝这个位子归谁呀？看来这个乌质啊，他这面子可真够大的。但是全体契丹人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你怎么回答呀？被你选中的人不见得感激你，被你扔下去的却一定是你的死敌。可是耶律乌质呢，却一脸平静。哎，理所当然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太后若传永康王，就是耶律乌玉啊，顺天何人，复何宜啊？还有什么说法吗？就是永康王的。这时候李胡忍不住了，跳江出来，厉声大叫：“有我在，乌玉岂能继位？”耶律乌质冲他笑了笑：“李有世敌，不传朱棣。当年先帝就说这个德光啊即位都有问题，何况说是你呀、啊？你暴力残忍，人多怨愤，你自己还不知道吗？那话说来，你耶律李胡，你自己几斤几两，什么货色，你自己不知道你啊？”你还在这争什么争，真有脸你啊。李胡还想再说，树立平赶紧就止住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子，他清楚没戏了。就这样，契丹国因为耶律乌质一个人的努力，终于避免了举族参与的自相残杀，并且从耶律乌玉就是辽世宗的亲政开始，守旧狭隘的树立老太后一系的势力呢，被彻底的排挤出朝了。树立平和他的小儿子耶律李胡被迁往祖州，就是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哎，在这个地方监管起来。他在幽禁当中度过了生命最寂寞的六年时光，死的时候是无声无息。至于李胡嘛，他因为儿子的叛乱被牵连入狱，最后就死在牢房里了。然而耶律乌质呢，却更上层楼。五年之后，辽世宗耶律乌玉死于暗杀，他召集诸王合力讨平叛乱，拥立了下一位皇帝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景，也就是那位著名的睡王，再次立下了大功。最后呢，官封逾越。逾越是个什么官呢？是契丹百官之首。中辽国两百余年，只有四位大臣获此殊荣。第一位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位获此殊荣是因为啊，保了耶律阿保机称帝。哎，这位呢叫做耶律和鲁。这第三位呢，耶律仁先，是因为在辽道宗耶律洪基这个时候呢，讨平了耶律重元的这个叛乱啊，就是萧峰那回啊，就是《天龙八部》里说那回。第四位就是那位契丹历史上最强战神，很快呢就会在战场上拯救辽国，成就自己千年不灭的英名了。啊，但是耶律乌质呢是第二位，谁也比不了乌质承前启后，不仅让国家度过了危机，而且让契丹国的朝令制度变得更加完善，从此可以安心生活了。耶律景那就活得快活多了，他接了叔伯兄弟耶律乌玉的这个班啊，当了皇帝，一共当了18年。哎，这18年期间呢，他只做了三件事，就是喝酒、打猎和睡觉，人称叫三绝睡王。完事不管，但是他的运气好得离谱，契丹国内随便他折腾，哪怕他脾气也糙了点，都没人在乎这个，因为他至少比李胡和树立老太后差点。至于国外嘛，只有后周的柴荣呢曾经吓了他一跳，但是没等他上战场，柴荣居然自己突然
病死了，你这还有什么话说呀？继续享受生活吧。直到他全面反祖，向他奶奶树立平靠拢，被任吴克人的手下给干掉了。这个时候在汉人那边呢，赵匡胤啊正亲征北汉，在太原城下呢刨开汾河水给这个刘据儿洗澡呢。良机错过了，契丹的下一任皇帝叫耶律贤，他是睡王的侄子，上上一位皇帝耶律乌玉的儿子。从他开始，契丹国的皇帝完全由最早的那位逃亡者耶律倍的子孙来接替了，也就是他开始契丹的中兴了。汉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重用，首先呢拥立他即位的汉官呢高勋呢被封为南院枢密使，加封秦王。原来的汉官领袖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呢被任命为上京留守，上京就是契丹的国都临皇府啊，后来改任南京，南京就是幽州府留守，加封燕王。最要强调的是呢，在这之前南京留守的职位啊都是契丹人的，这个南京可不是现在咱们这南京啊，这南京指的是现在的这个幽州，就是不是原来的幽州啊，现在就北京那一片地方。没有哪个辽国皇帝敢用汉人去管南大门的，是吧？历史证明，契丹人当东家让汉人当掌柜的这个买卖那是相当红火。简单的说，东家敢放权，掌柜的卖力气。中原汉地里那些流传2000多年的窝七八糟令人作呕的官场规矩和君臣礼仪，放在这片原始土地上还没怎么生根发芽呢，一切都很清新。契丹的典章制度和军队体系在这时候真正也完善成熟起来了。你看官场，契丹一国两制，北面系统称国制，这是契丹人的啊。南面呢是汉制，前身呢是汉儿司给汉人预备的。至于说北和南的最初出处啊，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他们以东方为最神圣的方向，所有的房子都坐西朝东，包括皇宫，而且辽俗呢是上左，于是向东再上左，契丹的北门系统呢就站在了皇帝的北面。那汉人呢就只好到南边对面去了。北面官最高的呢是大鱼跃府，设鱼跃居于百官之上，没有具体的执掌，用九天之上御马监最高长官的话来说，就是大之极矣，所以没品啊。御马监是什么怎么回事，大伙都知道啊。下面在北之中呢再分南北，设北南枢密院，这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军政民政一把抓，比宋朝的宰相可神气多了。再设北南宰相府，有皇族和后族的成员主管，其实呢只是荣誉头衔，因为他们只能左理朝政，不能主管。再有呢就是北南大王院，这是个大管家的别名，他们掌握的是契丹各部族啊内部的军民事务。还有北南宣徽院，相当于宋朝的工部啊。还有大替隐司啊，这个呢比较神秘，他们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至于具体职能呢参照耶律乌治，其实呢他居中调节也是正常工作之一，他就管着这件事情嘛，别的东西他就没有。再有呢就是伊利弼院，就是刑部啊，迪勒麻都斯呢就是礼部，大林牙院呢这是翰林院。南面官的汉官系统啊和北面的大同小异，只是在名称上呢把这契丹术语给去掉了，与当时宋朝的官名呢都差不多，所以呢咱们就不在这里再重新说一遍了。只是其中有一个原则很关键，就是契丹人呢可以到南面系统当官，但是汉人呢别想登北面系统的门。接下来呢咱们还得给大伙介绍一下契丹人的政令系统。在中原地区呢，皇帝自古以来就是个画地为牢终生监禁的人，他想什么时候出去或者什么时候回来是没法自己做主的，那都是举国翘首或者是万众齐呼的事，其中的麻烦没个三五个月的准备那是玩不齐全的。而且为了能时刻警告这些表面上没人能管的皇上们别太懒也别太野，就在他们的房子外边就立着两根石头柱子，就是华表啊，上面都蹲着石兽。大门里边朝北的叫望君出，大门外边朝南的叫盼君归。可是天性自在的契丹人呢就没有这个没人性的讲究了。虽然辽有五大京啊，上京临皇府，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天内蒙古宁城县啊，东京辽西府，今天辽宁辽阳市，南京西津府，今天北京市啊，还有呢西京这个大同府，今天山西大同。但是他们从来啊都不是辽国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因为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制度呢？这个制度啊叫做纳波。
那波是契丹语行宫行在的意思。契丹皇帝四时打猎，所以啊随地那波，哎，走到哪儿行宫就安在哪儿。最重要的文武百官也得跟着那波，是吧？文武百官跟着一块出去。那于是呢，命令可以在全国每一个地点任何时刻发出，方便迅速机动灵活。你再看一下契丹的军制，你想想看他们为什么那么能打，除了天生多吃肉多喝奶，总还有点别的玩意儿吧。哎，那就是沃勒朵。沃勒朵是契丹语帐幕的意思，就是帷帐的帐，这个屏幕的幕。契丹人从耶律阿保机称帝那天起啊，就在皇帝的宫帐周围呢，集齐了全国海选出来的精锐士兵，组成了和皇帝形影不离的亲兵卫队。之后每一任皇帝都建立自己的沃勒朵。沃勒朵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领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军事一体化单位，简直就是国中之国呀。这个沃勒朵呀，入则居首，出则护从，这是皇帝最可信任的力量。等到皇帝死了，他们呢就直接成为遗产传给下一任皇帝。这样沃勒朵的力量层层叠加，越来越强。中辽国两百余年，九位皇帝再加上两位皇太后以及一位皇太帝，再加上一位一辽一汉一父一臣的高人，一共建有12沃勒朵加一府，就是那高人的啊。你想象一下他达到了什么样的数字和威力吧。更可怕的是这沃勒朵呢，它还有实用性。它不像中原兵制那样，一旦国家有警，州府各县都要临时集结兵力，像京师要害复原。比如说在我们的各个朝代啊，就不断发生了调集全国兵力进京勤王的事件。而沃勒朵一有兵事，不待调发州县不足100000骑军已经立据矣。而且平时啊，不用国家出钱养他们，他们各自放牧生产来养国家。等到出征的时候呢，军饷由他们自己去抢，抢到的就是他们的花红。这样干脆利落的物资诱惑，比中原皇帝们事后的奖赏、临阵将官们的思想教育，那得强出多少力度啊。那么沃勒朵就只有好处没坏处了吗？不是，物分两极，既有其成必有其败。沃勒朵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中辽一世啊，甚至后来继承了沃勒朵传统的蒙古人都不断发生亲王权贵的叛乱，而且几乎每一次的力度都足以颠覆当时的朝廷，这就是它的副作用。但是呢，近代有人用所谓这个狼性来解释这一点啊，说是哎呀，草原民族天生就这样，他们必须叛乱，因为崇拜强者，皇帝要像狼群里头狼那样时刻等待挑战。哎，其实啊，哪跟哪儿啊，试问没有实力也一定要造反，草原民族是都没脑子的猪吗？啊，那样就算是再勇猛也只能升级为野猪吧。一切都是因为拳头硬，有实力在作怪，当一只耗子长到狗那么大的时候，自然就不把猫放在眼里了呀。沃勒朵就是中原曾经的藩镇，国中之国，造反是必然的。什么狼性不狼性啊，别瞎扯那个。你再看燕云十六州，这一片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的广漠土地，已经让契丹人彻底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千言万语可以精简到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他们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就和前面玄起玄灭的匈奴、突厥等蛮族没有任何区别了。突然降临的雪灾、瘟疫以及草原部族间偶然性极高的野战胜负，都会让他万劫不复，在历史中被除名。所以当燕云有警的时候，就连睡王耶律璟都会御驾亲征。但是这在宋朝皇帝赵光义的眼里却处处都是破绽和机会。首先看群众基础，燕云十六州里华人百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当地契丹人的人数与之相比，就好像在镜泊湖里边撒上一把花椒面，哎，这连个味道呢都尝不出来。老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可都是纯种汉人，在辽国非人的待遇下水深火热都半个多世纪了，难道他们就不想自己的祖国吗？就不盼望自己的军队来解放他们吗？不可能啊。赵光义深信，只要宋朝强大的军队打得幽州城下，城里老百姓们会自发的暴动起来迎接他们，到那时候打开的城门，激动的人群，鲜花江酒，是吧，这个美人是吧，感人至深的宋词等等就都出现了。哎呀，前景多么的喜人呢，赶快打吧。何况这时候仿佛老天爷把契丹人脑子给搅浑了，燕云的首府幽州以及周边城市的主管居然都是汉人，尤其是幽州府居然是一个年轻的汉人毛孩子跟那儿守层。哎呀，这太理想了，十几年前这玩意儿想都不敢想的。
用汉人的军队去招降身在异邦为异客的汉人官员，再给他们加官进爵，凡荣华富贵，他们何乐而不为呀？啊，那怎么可能还会反抗呢？更重要的是，契丹皇的耶律贤呢，经过仔细分析，这个人呢，赵光义是充满了信心，他甚至是急不可待的要发动战争，不仅要收复燕云，还要远征大漠，喋血鲁听，做出千年前大汉天子以及三百年前天河汗曾经有过的丰功伟业。耶律贤懦弱无能啊，而且不思进取啊，这是赵光义通过多方考证缜密分析才得出的结论来。你看理由，契丹皇位在当年睡王耶律璟手里的时候，还曾经多次击败过汉军，比如在石令关把后周大将史彦超给干掉了，御驾亲征把柴荣手底下都给镇住了，还多次援救北汉把赵匡胤的好事给搅黄了。你再看一下耶律贤，他即位之后在石令关上没打过胜仗，太原城下也是赵匡胤自己主动撤兵，就连契丹的传统项目打曹谷都被宋朝的猛人田钦祚来了个三千打六万，两手空空往回跑，对吧？耶律贤幼时在他父亲辽世宗耶律物欲被杀的火神殿兵变当中惊吓过度，从小啊体弱多病，连皇帝正常工作都完成不了，得由皇后啊萧燕燕帮忙才成。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会影响他的情绪，情绪积郁的多了就会更加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一个皇帝的情绪又足以给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定性，一个病夫能让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开明博爱吗？具体到军队，他的军队会很有信心充满斗志吗？赵光义尽量平静自己的内心，不偏不倚的衡量契丹军队的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完了，契丹人完了，连野战都不行了，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千真万确的。那还等什么呀？这就是战机，我方大胜，契丹人闻风丧胆，这样的机遇那叫个什么？哎，千载难逢啊。就算是退一万步讲，我们宋军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比如说打了半年仗了，太劳累了，军需给养跟不上了，等等等等，那也是和契丹人比困难，敌人仍然比我们难。就这么着，赵光义驱动三军向北进发，在最初的行程中困难就显示了，第一，军营中已经没有了郭靖，这位司令官英雄已经死了，当时的说法突然生病的，就死的司令官的房区啊，赵光义很痛惜啊，但是他没有时间悲伤，大军一动，华夷决战，一切呀你都不能再动换了，哎，直接呢就不能再这个抛在脑，一切都得抛在脑后了。可是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桩冤案和陷害，与田钦祚和后来被他派往司令官助战的王申有关。那么这位田钦祚和王申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导致郭靖的死亡呢？与这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